欢迎大家来到球世杯2020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武汉站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9-20组第三场，1-12组第四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1号台，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陈大卫、孟江。3号台，裁判员彭程，运动员陈海成、金恩瑞。4号台，裁判员叶希夏，运动员陈勇、史小伟。5号台，裁判员范文涛，运动员冯丽、陈浩。9号台，裁判员刘金浩，运动员高金春、刘鑫。11号台，裁判员张晶晶，运动员崔明君、司小雨。15号台，裁判员曾叶丽，运动员董文杰、王宝钦。20号台，裁判员马冉冉，运动员李泽楷、李恩妙儿。22号台，裁判员张希，运动员龚琴毅、何锦辉。23号台，裁判员侯云博，运动员王思如、朱涛。24号台，裁判员周世龙，运动员李辉、严曙光。TV 台，裁判员韩新瑞，记录裁判员张小舒、张毅，运动员单宏宇、李小鹏。现在比赛开始。
二局之后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